来迎接主的再来。这个半年之后在北美，我们看到主的行动是有脚步，是有美洲的大西洋到远东，还有到欧洲，那就美洲啊跟那个远东啊已经固定了，欧洲就比较困难。所以我们呢，不在蒙特的话，它是华语的地区，它可以跳完到华语世界，欧洲的华语世界，所以才有这样的在那边呢、在那边的那聚会也不是开展的。那现在我就是我来介绍这蒙特罗的教会，是四五年前呢我们呢买下来的那个八十万加币，也是那个政府啊，政府啊那估价是150万加币，结果我们80万就买到了，啊，感谢主。那这个现在蒙特罗大会啊，蒙特罗是在加拿大东岸，底下是像那个多伦多，啊，它四面呢、啊、是别国，它是在魁北克省，是划属的地，那个属地的那个这个省。它是南边，四面呢、啊、都用河啊，不是圣劳斯河，就是那个运河啊，环绕起来的一个岛。市中心呢、啊，它是以皇家山呢、啊、不高，大概500-600公尺海拔，500公尺而已，但是因那河得名，属于人口也370万人，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，是世界、啊、最大的英法双语城市。当地的气候呢偏冷，一年中啊就至少有4个月是在冰雪覆盖之下。每年呢，每到秋末都那个枫叶，哇，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。它是红、绿、蓝，都那这一下来，哇，这个很漂亮的美景啊。那个蒙特罗啊，教会啊，它是多国多种族的，华语也很多。它以本地啊是以魁北克省人最多了，它大部分占百分之八十，其他的那个种族。然后我们说在那边呢、啊，华人1万多人，蒙特罗教会是多语言国家，它是有英语、中文，还有那个华语，还有西班牙语。合起来的，每次我们的召会那个波比召会啊，波比的时候都是唱诗歌啊，就是要多有的诗歌啊，才能唱，所以啊，那个唱的诗歌都没有办法，像我们呢、啊，在中文诗歌那么多啊，他只有自己一样啊，要多有语言的才可以唱。不然才能把那其他弟兄姊妹啊，那个挑旺起来。我们今年呢、啊，真的是那个蒙特罗教会变成一个福音化、真理化、教会化，在北美基督是一个重要的城市，因为哦，那个因为被隔离了。分裂以后，多伦多那边教会也不少，我们只有蒙特罗教会是一个大那个很大的教会，教会它是大概有1万多坪的，停车很方便。这个是从那个天主教那边买过来的。现在政府大部分大部分的那个聚会啊，在130位左右。不含儿童啊是很多，儿童的20-30位。这个，因为哦，蒙特罗教会哦，是被认为啊是最重要的北美地区重要的城市嘛，所以哦，我们啊从8月到10月，这有3次的那个全那个真理化、福利化、那个教会化三次的那个特会。
我每次测绘，每次的测绘都三个小时内，都分个三个，三堂课，就是三点半到九晚上九点半，中间两都有暗夜。那人数都是大概是都有七八十，将近有100位那个圣徒参加。因为哦，这个蒙特罗啊，他这位话语，这地区啊，大学生啊，有25万人、啊，几乎美国的波士顿啊等量齐观啊。这边的协会啊，跟生活会啊，都比美国低的。而且啊，治安又好，又有地铁很方便，在那个学校都在几分钟附近，所以很方便，都一大就可以下，到站了就上来就是大学，很方便的，所以啊，生活费啊都比波士顿的那边啊便宜很多。因为啊，这个也是主会会要扩展到欧洲啊，整个华语世界一个跳板，这个是我们啊开展了一个很方便的，而且他就是现在呢，他现在对年轻人啊，只要你到那边呢、啊、写一个那个一年呢、啊，就可以面谈，可以申请了，就可以通过、啊。居民成为居民很容易，当然也看中了年轻人。今年呢，去年呢五月份呢，教会啊已经度过了风波的困境了，完全向主的恢复啊敞开了啊，圣主啊都渴慕主的话，曾经圣灵都很渴慕，因为啊有那个。我们这边有一对啊，一家到那边哦，帮忙我们导游辩讲啊，现在人事我都渴慕了，都礼拜四早晨哦，10点到12点了、啊，就参加这导游辩讲了。他们呢、啊，每一个人渴慕的要命，以前哦、啊，对陈立胜啊都没有兴趣，都反弹，现在啊都是好的很，就是导游辩讲啊，我们在那边呢、啊。他们可能每一个人、啊、都想着抢着要分享。每天呢，而且每天呢都有，人数都会增加。尤其啊，今年的7月份呢、啊，7月底、啊、就有我们又陪弟兄姊妹、啊、到那个纽泽西啊华裔特会啊层层训练。更有很多人打开家，天天的操练了、啊，在诚心活力牌祷告了、啊，传福音活力棒了、啊，享受过神人生活。我们呢、啊、也是这个 GTCA 啊，就是那个福音化叫教会化真理化，就我们呢也是参加福利歪博，就送出圣经了、啊，到那个地下地铁站了、啊。送圣经和福音单张，那个很，现在已经哦，发1万多本圣经话语跟英文，他们呢接受到1000多城市都有这个话语那个恢复版圣经，感谢主，这是很好的那个，虽然呢、哦，我们也在到那个校园呢，发福音单张给那个。中国大陆来的，还有英文的，所以这个大学生的都爱宴给他，上次跟他们爱宴啊。感谢主。加拿大的签证啊，就一年呢一次啊，就可以半年，最好的时间都是借着每年呢、啊、8、6月份、啊、左右到美国参加夏季训练，就是我们这样。被主高峰真理的过程了以后，就到加拿大分施生命的供应真理。赏枫叶，玩雪，又下雪，这就回到那个冬季夏天训练，冬季训练，祝贺生活在这充满了，因为都要平衡一下嘛，生活要玩一玩，不然都。